不摘月亮，我要它永远高悬天上，皎洁流放。它是从陌生才允许诸多浪漫想象作为我理想，我要写诗给他，不要求送达，他可以借很多人的鲜花，不必无暇，他也能自在去漫步月球下，别去对号入座，谁爱将真实灵魂蒸发，就是要做我自己。我们 A 班的女生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，勇敢是唯一的回应。希望今天大家可以乖乖的听话，然后注意好秩序，然后注意安全。如果未来还有这样的舞台，我还会再来。谢谢。我也会继续用舞台和作品来回馈大家。我就知道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你们在支持我的同时，我可以不耽误你们的，可以你们还可以追求自己的学业，完成好自己的家庭，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。